OK，那我们把流程对一下吧。Tag 完了是 Talk 环节吗？对，也就是这里的时候，你就要就是介绍一下。哎呦，我是深圳，你们好吗？我这里是小鬼，然后很高兴再次来到深圳，然后深圳好。然后友情岁月结束之后，我们直接换完衣服，直接进那个互动环节。然后你可以问一下我说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我带吉他来。都知道了好了吧？没有人知道。今天一刷微博，装作不知道，知道也给我装作不知道。不管你们都要哄我。苏苏苏苏，哎，苏喂苏喂苏喂，苏苏苏苏喂，苏苏喂，我来苏苏喂，我来苏苏喂，苏苏。对吧？给你唱成大秧歌。可这个，刚刚续曲。那你再发展发展，真的是可以进流音社了，真的。